Hello， 道清，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碰碰法师啦。昨天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把我们第十层打通了。那今天的话就要前往我们这个第十一层矮人洞窟。为什么这边今天这么兴奋呢？因为看到我们里面的图好像有忍者要出现啦。就来看一下这个忍者到底会有怎么样的效果。来来来来来，忍忍，哇，一开始就出现豌豆大军了，但没关系，我们直接先黑洞球哦。黑洞球来一下，那有观众跟我讲说，就是黑洞球也不能太多颗啦，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尽量前期的一些大盾牌角色，就是在前面扛的那些角色，能够把他们就是打烂的话，那会最好，因为你这样才可以就是让我们一些小球去到后面这样子哦。好，没问题，来看一下哈，打起来，打起来，没问题。目前来说的话呢，这关卡是40个关卡的，所以应该也还算是 OK 哦。哇，没有打到豌豆，我这边预测错误。没事没事，我们还是有机会。我相信我们昨天这样练习之后，我们的那个就是反弹越会掌握。有没有看到？你看我们这边轻轻松松直接弹进去，然后再看一下哦，炸弹球跟砖头球。好，那就炸弹球吧。反正前排的几颗球啊，那个威力真的要大一点点，这样打下去才会能够就是直接把一些那个比较残忍的一些盾牌兵，或是前排的那种就是小坏蛋们，先给他解决，这样我们才可以就是继续反弹下去哦，这很重要。因为到后期的话，前面的那些兵的那个就是血量都会变世界无敌高、哦，那你如果没办法把他们给弄掉的话，就会很凄惨嘞。好，哇，这次有点尴尬喽，等一下哦，这应该可以打爆。哇，炸弹球没办法那么高威力耶，这好像也是挺麻烦的。没事，我先看一下。应该就是这样子。好，他还有叠上去是 OK 的哦。哇，有点麻烦的是，无人者来了。隐身和手里剑是他的武器，不会被催眠。什么意思？不会被催眠？先杀爆他，我觉得他很危险，我必须先解决他哦。然后恢复增加跟死亡电击，先恢复增加好了。我们先恢复增加。哦，他是不是？等一下，他刚刚是隐身掉了吗？所以他根本没死，是不是？没有，他血量好像蛮低的啊。嗯，我不知道哦，看不懂。那个人人感觉很可怕，好不好？好，这边一定打烂这边，好不好？一定打烂这边，先把这个豌豆先杀死。不杀死豌豆，真的对不起我自己啊。豌豆射手，你怎么在植物炸弹僵尸那边就没那么强？啊，你在这边这么强要干嘛？先弄爆！哇，这个1710的没有杀死到，可惜可惜。没事，哦哟，好，从这边上去。哦 ，nice， 开始弹，开始弹，有，没问题。这边弹死了一只，几只导弹球，导弹球一定要努力哦。然后这边先一样，先把这个豌豆先杀爆。杀爆豌豆，可以。然后进去，现在黑洞球已经没办法一发直接把他们给弄爆了，就让他们在里面弹好了。没办法，一颗黑洞球把他们弄爆了哦。然后这边进去，114连击。又是忍者，又是忍忍，然后这边进去，先杀爆那个忍忍哦。忍者必须死，好不好？忍者必须死。然后，哎呦，感觉他们不死的话会很可怕哎。先杀，先杀。哇，有一只没死，会怎样？哇，他是远距离的哦，所以他会攻击远距离这样子。好，没问题，我们这边雷射球进化。他也是远距离的那种角色，然后会隐身，隐身是不是打不到他、啊？隐身好像打不到他哎、欸！哇哦，大哥会隐身啊！完蛋了，所以他是隐身一回合，然后会丢那个手里剑一回合这样。好，先把他给毙了。哎、欸，真的、欸，他会隐身哎、欸，哇，要求
直接打不到他，直接穿过去，这厉害喽，这个蛮厉害哎，这个设计顶神的。好，两只忍者都毙了，希望可以赶快把那个豌豆也杀死。豌豆也必须死啊！特殊能力角色真的都必须死啊，真的。弄死弄死弄死！连续的那个雷射，它其实就是等于有那个有特殊能力的那个有特殊能力的那什么豌豆这样子，因为它也是可以那个隐身这样子、喔。好，哇，好像哇，完蛋了，这边注定要被砍了。哦，有顺利进去 ，nice！ 哇，这边豌豆跟那个忍者都清掉了，太神了。所以豌豆其实就是不是那个忍者，其实就是加强版的豌豆。我这样觉得啦，好不好？我觉得就是加强版豌豆，因为它可以就是隐身，不会被别人打到，然后它也是远攻距离的，好像然后就只有这两个效果的样子，就是代表我们一开始没办法那么轻易的直接把它给毙掉这样的一个豌豆这样子哦。加油加油！然后现在只要有复活啊，或是我们一些那个复活啊，或是我们一些那个什么，或是一些那个无敌的这个盾啊，这个效果啊，都尽量选啊、哦，我应该都会选这个导弹，然后优先导弹，导弹很重要 ，nice， 忍者也毙了，哎，不知道忍者的那个远攻距离那个炮弹是会多少那个。会是多导的伤害，完了，这边不太好了，不太好了，不太好了，没有顺利进去，哇！我们这边要做好被砍的准备了，哇！他们越叠越多，要求完蛋了，我们这边先做好被砍的准备。哦，好险，只有砍一下。哇靠，好痛，好痛！哇哇哇哇！我想一下啊、哦，我们现在是无敌，应该还好，但是下一回很重要啊。哇，死定了，各位！完了完了完了！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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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死定了死定了，这可以弹得了吗？复活复活，刚好，碎啦！有复活，太神运了太神运了！但我们这边还是有机会，弹进去就好了 ，nice nice， 因为我们只要杀死他们就会有补血的。有补血的话，清掉他们一些应该还是有机会。哇，死亡飞弹，有他们还杀不死我们，他们还杀不死我们的，加油加油！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蛮惊险的。啊，完了完了完了！怎么会怎么会？哇，好疼好疼！但没事没事，无敌效果，忍者大师兄。OK， 刚好这边让我们进去哦。忍者大师兄是吧？努力弹，弹死他！可以哦，清了一堆，然后我们现在无敌效果 ，nice， 太好了，太好了！大师兄是吧？大师兄也会隐身哎、欸，哇靠！哇，这忍者大师兄也会隐身哎、欸，好像有点难受啊、哦。先打他。哇、哦，补超哇、哦，他一千多，跟着我们现在补超多，应该是 OK。哇，全都隐身、啊啊，完蛋了，完蛋了啊！不是，我在干嘛、啊？我一下都没打到哎、欸！哎呦喂、啊！
直接先针对这个忍者大师兄先打了，好不好？不管了。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导弹会帮我们去做事情，好不好？还算 OK。哇，补了很多哎、欸，好爽啊！忍者是吧？哇，这个隐身真的蛮讨厌的、欸。哎、欸，为什么有时候可以打到他，有时候打不到啊？哦哦哦哦哦哦！凶残欸，这个这样应该进得去吧？哦，进不去，完了。哦，进去。补多一点。Nice， 可以，加油！又隐身。这忍者团还蛮麻烦的、欸，会一直隐身到一个爆炸、欸，哎。没事，针对他们老大就好了。针对他们老大，没错，就是先打他。死吧，忍者！忍者必须死。他身上掉了补血的好像比较多哎。又来，我躲隐身。OK。而且我们还有一次复活的机会哦，但是应该是不用了。再见了，忍者大师兄 ！Yes， 太好啦，没问题呀、啊，各位。哦，我最近真的是掌握到了诀窍了，疯狂赢，好不好？疯狂赢。哎、欸，接下来有这个哎、欸，独眼的那个敌人啊、这个我们就下一次再来看一下。哎、欸，最近真的是越来越顺手了哦。第十二清澈海底也是没有问题，接下来就看一下能不能顺利的取得我们的更好的成绩了。哦耶！然后我们这边还多出的是什么？受到致死伤害都不会死亡。哦耶！更新。对啊，太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边了，我是品，再见喽，大家拜拜。